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四》啊。那么也是2024年了，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元旦快乐啊！也是非常想多出几集啊。昨天呢也是很想出啊，但是呢很不幸啊，这个最近呢不是太忙，就是家里面太吵。这好不容易有时间了，也是马上给大家带来新的《钢铁雄鹰四》啊。那么在上一集的最后呢，我们也是成立了芬俄共和国联盟。同时呢，这个丹麦啊，因为加入了我们的联盟，那么德国对丹麦宣战，也就是对我们的阵营宣战啊。但是呢，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，就是苏联也有针对我们的战争目标啊，夺取卡累利亚。那么这场仗将会打得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个芬俄共和国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？话不多说啊，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这集游戏，马上就来看一看啊。
好的，到了1941年3月4日，虽然我已经尽了全力啊，我本来想着坚持一下，等到德国发起进攻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情况还可以维持啊，但是后来呢，随着德国把瑞典击败，我们就失去了来自瑞典的钢材供应。而如果我们想要向德国购买，还要经过波罗的海啊，但是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应该是被苏联人掌握在手里啊，这就导致我们既失去了原料，也失去了武器啊。最后呢，我本来想固守赫尔辛基啊，最后呢还是没有顶住啊，还是投降了。也许呢，我们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啊，等到德国发起进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不过呢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即使之后德国真的发起了进攻，那么我们作为苏联的傀儡，想必也是会被德国波及到的。哎呀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看了一下时间啊，感觉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想呢，我们今天这集《钢铁雄鹰四：芬俄共和国》也就先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在过年前我尽量看一下能不能更新啊，如果能更新的话呢，一定会更新一下的，如果不能更新那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等到过完年之后再说了。如果下一次更新的话呢，应该会是来玩瑞典啊，